We are 我啊 ，Coco 啊，今集咧实在太适合咧介绍俾成日星期六日咧北上嘅观众，因为呢一个咧系香港人北上咧成日做嘅一件事，就系揼骨。尤其你又中意呢一啲环境好好啦，私隐度高嘅话咧，咁呢一间咧就好啱你啦。因为我自己咧都成日去深圳揼骨啦，我就好中意咧干净啦、舒服啦，同埋私隐度高嘅环境嘅。今集介绍嘅呢一间按摩 SPA 馆咧，佢就喺会展中心站，喺金钟环大厦嘅隔篱，距离呢一个福田口岸咧都系得两个地铁站。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，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。最后我都会教大家怎样走过来。嗱，咁夜咧喺度做咩咧？就係準備去揼骨啦。而家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就喺嗰個會展中心站，但系咧就近金鐘環嗰邊啦。我哋要去嗰個大廈咧，就係另一個名嚟嘅現代國際大廈。今晚我做呢一個按摩咧，就好似麥當勞嘅 Big Mac 咁，份量十足，係160分鐘嘅全身精油 SPA 啦，加埋呢個草本球按摩，加埋呢一個足療。喺美團啦或者係大眾點評咧，個套餐價錢應該係486蚊，咁呢一個咧就應該係最頂配嘅套餐嚟噶。如果突然間想獎勵自己啦，就可以揀呢個套餐，好似魚蛋咁啦，有辣同唔辣嘅。在这里揼骨的套餐呢都有贵和便宜，例如泰式 massage、 泰式古法按摩呢65分钟，在美团的价钱呢就只需要182蚊，会送一份水果和茶点给你。揼完骨之后呢就出来慢慢坐在这里品尝的。既然呢我提到环境好好，就没理由呢不给大家看看先的。无论是单人还是双人，还是三个人或以上，这里的房型呢都可以满足到大家的。呢一套系阵间如果按摩咧，就要换翻呢套衫啦。呢个箱应该系俾你摆翻自己嘅衫，系啦。跟住有张被，其实四个一齐按都 OK 喎。仲有啊，呢度每间房咧都有摆呢一个空气净化机，咁你就唔使担心有异味啦。不过房嘅数量咧就唔系好多啦，如果你想嚟咧就早啲打电话 book。咁呢个店铺嘅老板咧，其实一个好温柔嘅妈咪嚟嘅，所以咧对我呢种社恐人士咧系好好嘅。呢个厕所，洗手间，好靓啊，好似去咗泰国嗰种连锁嘅。这个淋浴间即是冲凉，这里是有梳给你，即有风筒给你执回自己头发的。入到门口之后，大家可以见到这个大厅，虽然没有河马在这里，但是都可以令到我心里面感受到这个平静的。入来沟通完之后自己想做的项目，揀完做什么 package 就可以换这个一次性的拖鞋。如果你做的按摩同一样的话，都是有这个精油 SPA 的话，那你就要过来这里揀自己喜欢的精油。每一只香味你都可以闻一下的，不同的香味就有不同的功效。佢系三种 mix 埋一齐，前面就各自都一种。你揀完之后咧，咁、那个揼骨嘅师傅咧就会帮你去教噶啦，属于你自己嗰支精油。佢呢度咧每只精油咧其实都系独立一支嘅，就唔系话一大支咧分装出嚟嘅。咁换完鞋之后咧，咁呢度就系洗脚嘅区域啦。沙迪卡，我是1号疗愈师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请问脚上有伤口吗？没有。这是海绵，嗯，对，浴盐，浴盐，牛奶味的浴盐，哦，对，浴盐加牛奶，一个软化角质啊，美白啊，就功效。然后这个白白的也是一个牛奶，泡沐浴的牛奶，泡浴的。好啦，咁埋完只脚咧，就可以入个房度咧换衫咧揼骨噶啦。咁你可以喺房度换啦，或者去厕所换咧都得嘅。换一下，换着换着。跟住換完衫之後咧，搖搖呢，咁你可以話俾佢聽，你已經 OK 啦，換完衫咁。精油咧喺用之前咧都會被加熱嘅，然後咧會做一個重撥，佢大概咧就係做緊一種喚醒身體嘅作用。等我哋一陣嘅精油 SPA 咧就會更加舒服啦，同埋被吸收。
而家咧就同我一齐沉浸式咁样按摩啦。师傅咧会开始帮我全身按摩，由脚板底去到腰、脊椎，再去到背脊同埋个头。通常咧，我就好惊师傅咧会太大力啦，去揿我呢个颈嘅位置。咁呢一个师傅咧，佢嘅力度还好嘅。好啦，而家就开始上精油，开始一个精油推背。我揀嘅呢个精油咧，佢嘅名咧就叫做能量王，因为我要充电，小电需要充电。咁呢一度咧 ，total 有八只精油咧可以揀嘅，例如有薰衣草啦、甜橙啦等等。咁八只精油咧，其实你都可以慢慢去闻嘅，揀一只咧自己中意嘅味道。而呢个精油咧就系每个客人咧独立开一支，佢就唔系分装咧倒出嚟嘅。呢一个咧系草本球。正常来讲应该有三个的，但我今天太迟来了，所以剩下了两个。它是刚刚蒸起来的，很热的，点压式这样在身上进行这个热敷。最后呢就到这个精油足疗了。如果你平时已经脚很累了，例如上班经常要站啦，去到这个环节真的很舒服的。加上精油其实会比没有加精油会舒服很多。这个师傅大部分以推的方式，就不是指压的方式。如果你不是那么受力的人，推拿的手势会更加容易接受到。例如我啦，我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很喜欢精油推背。这个师傅的脚板底的招式都还是很多的。中间仲有个头肩颈的按摩，我都差点唔记得讲啦。头部按摩真的很舒服噶，因为你平时想嘢已经个头好痛噶嘛。呢一刻是全世界暂停，我个头休息啦。头肩颈按摩就20分钟，整个按摩疗程就160分钟，亦即系两个钟头加40分钟，价钱是486蚊。一阵完咗之后咧，仲有一份水果啦，同埋养生茶等住你嘅。咁样嘅环境啦，加埋呢个按摩水准咧，真系好正嘅。咁如果大家得闲咧，就记得奖励下自己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呢一份咧就系个水果啦，同埋养生茶，系芒果嚟嘅。完咗个按摩之后咧，就唔使咁急嘅，坐喺度，慢慢坐喺度，咁靓咁舒服嘅位置，享受完咧先慢慢离开啦。最后就系路线啦，由福田口岸咧搭两个站到会展中心嘅 E 出口咧出嚟，然后咧进入去。E 出口出嚟之后咧，转咗直行，大概行200米咧，就会到咗呢个现代国际大厦。跟住你就会经过呢一个金钟环，我哋再过马路。个入口喺呢一度。在这个电梯按七字就会显示 E 电梯，上去七楼之后呢位置是705室。 E 的电梯在这里，我们直接上去就可以了，进去不用按的了。今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次见。